不是晚安，早安。啊，我难摸又一天哎，晚安，大家晚安。卡丘晚安，烈哥晚安，圣约晚安，陆克晚安，大家晚安。Derek 晚安。对不起，我还没化完妆，也还没整理好头发，就想说今天不能迟到太久。陆克晚安，对不起，金鱼晚安，我的睫毛，我揪一下我的睫毛哦，早安。还是午安，算了，应该都没差。北极熊午安，比平常快五分钟。对啊，青鱼午安。看一下今天这个好了，还没化完妆。午安。大家今天忙吗？还是很今天没事？今天要上班吗？谢谢一凡的香槟。晚安，不是午安。登登出门要记得带伞，好像快下雨。好的 ，Ricky 午安。一样去学校，忙着写报告，加油。晚上要出去买东西，白天是属于你的。哦，这长得最好。对呀，白天要属于我的。上班中哦，现在上班，加油加油。我看看哦，我还没画哪里。哦，眉毛。杨公公午安。嗯，对。重盛午安。我们这边，嗯，克里斯温，嗯，好难哦，嘿嘿，艾可温，大家温，哎，眉毛就，反正。等一下会盖刘海，应该看不到。今天很准时，对吧？夏夏午安，大家午安。哎呦，哎呦，哎，这件吗？不是第一件，不是第一次穿吧？我发现我没有扣好。等一下。今天也超想卢卡的，嘿嘿。洛克午安，雨瑞午安。没有，我太少穿这件，穿好几次了。对啊，我是没什么印象。小关午安，因为我很少穿这件，是因为这边太短了，这里。那可能我第一次看到，好吧，这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衣服，很短的袖子，对啊，所以不能穿那个吸汗的衣服，以前比较常看到，对，现在就比较少穿。很显白，哎、欸，是吗？我觉得我穿这件看起来很黑。上礼拜何尚会要求你做那个 pose， 真是对不起。对啊，我那时候说不要就不要。哎，不用道歉，不用道歉。今天午餐吃西面，虽然是寿面，但是用炒的。寿面的中文好像叫素面。
什么 pose？ 就是举手的 pose 啊。这样看起来手臂是有点黑光线问题吗？什么意思？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今天不是晚上，外面的光有点亮。然后今天我的好朋友没有水了，就是完全没办法喷。Plus 晚安啊，午安 ，On 午安。今天超想录卡，等一下我清个 BT。对啊，用完了。这个只能喷120次，所以是两边喷。一般两边都喷两次，所以是一天用四次，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没有了。哎呀，看看还有画，还有哪边没画？一个月差不多，对呀、啊。昨天终于去看猫玩了，哇！画面雾雾的吗？那等我一下哦，我猜一下，有变吗？片尾超感动，我差点哭出来。对呀、啊，片尾就是变成真的猫玩。天气过敏，最近。一下大太阳，一下暴雨。对呀、啊，我昨天真的全身湿光光，超讨厌的。都是因为下雨，可是我还好，我是到公司之后才会有那个暴风，变成暴风暴雨。片尾才在圆猫王讲真的，对我一开始想说这是他本人吗？然后一开始不是他本人，然后好像突然某一个转变角度变成他自己他本人。你可以叫我送伞去，昨天去买晚餐，我还以为台风来了。对啊，而且下雨的很突然，有些地方有穿插本人，哎有吗？好像只有最后，我只有注意到最后，对，一个转场之后变本人。其他应该都是他，应该都是靠化妆的，就是看起来这边有肉肉。哦，小雨晚安啊，午安，谢谢送我四叶草，季风亮晚安午安，我超级不习惯呢，跟你们说午安。嗯哼，好，我相信今天来看我直播的人很少，因为有生日会，有些粉丝画面我都在想是不是以前的，没有就只有最后而已。谢谢午安，而且他那首歌才有哭点。对呀、啊，好久没下午开，真的。本人比较胖一点点，应该是本人的鼻子比较大。你们可以，如果觉得想说，这到底是本人吗？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用鼻子判断。就是 Austin 的鼻子比较短，这边比较小。就是现代人的鼻子。今天是生日会，没错。波达文用鼻子判断，因为这边的肉的话，其实，化妆就可以判断，对。怎样来重生？想被我揍是不是？你觉得本人帅还是演员帅？当然是本人呢、啊。当然是本人呢、啊。卢卡那天去看展，有跟点歌拍照吗？哦，没有哎、欸，没有。点歌不是那个点歌。本人鼻子比较挺，不过好几首有歌听过，只是我不知道是猫王唱的。有些歌曲我觉得都是混音，不是猫王本人的感觉，嗯。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他本人的歌跟
就是演员唱的，就是混一下。然后对啊，原曲，然后那个叫什么音乐也被改编，就是现代风。对，我比较喜欢原曲，所以有点难过。应该几乎都是翻唱的，几乎都是。机关静音。来不及，算了，比手画脚。卢卡没有拍开车车的，没有，那时候人太多。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啊，已经，因为，说实话，现在看电影的人跟那时候去首映会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去首映会的人比较多。反正就是大家都很想在那边拍照，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是已经电影要快要开始了，没有时间拍那个照片，就是大家都抢着拍的情况下，然后晚上结束后11点多去的时候，那边就没有光，所以不好看。什么 ASMR？ 他的音乐可能都要配合跟画面的，重新去制作。昨天在那边开车时还遇到三宝。我们11点多去的时候都没有人。昨天我们在那边拍照，还被修哥搭讪。怎么被搭讪呢？那边的哥哥，过来。修哥要怎么搭讪呢？根本没什么人在看。对呀、啊，你们去的时候有人，是不是就只有你们看？随便我们拍。谢谢小雨的喂熊。对，首映会几乎就是首映会是满人，都没有空位的。我们得到海报就说这样来的。小翔嗨，午安。我们都看完了，他才说拍照打卡会抽电影票。今天超想卢卡，谢谢卡莫尼基从四叶草。早知道先去抽，谢谢送一封信。有人抢了 J29 的位置，结果也没在看电影，超怪。谁啊？哪个怪人？干嘛这？真的，我想知道干嘛这样。都今天开多久呢？1个小时而已。抢了没去？对呀、啊，干嘛抢了就没去？不希望有人坐。那个位置是吗？对，今天1小时，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不在位置上。而且那一区只有 J29 卖掉。入口不要有不小心收到怪人走心。什么意思？那已经。不能叫执着，叫偏执。今天会唱歌吗？我发现我的电脑完全开不了机。之前是可以开，就是至少有反应，但是荧幕没办法开。现在是连主机都不能开了，怕被我们堵吧。所以是谁买的？到底是谁买的？我原本要打算围着 J29 坐。不想让别人做，可是多还是做了。这次真的挂了，昨天可以开，今天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该换电脑了。可恶我的资料都在里面呢、啊。所以这你们也不知道，卡月买新笔电吧。
因为团妹送的那个笔电其实也没有很新的，所以把资料移过去那边，其实之后又发生一样的事情的几率比较高。对，笔电坏掉的几率比桌电坏掉的几率比较高。啊，散热有问题也有可能哦。最近好热，真的。所以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买那个位置？谁买位置然后没去看？硬碟没坏就好，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Luca 要开始吃冰了吗？当然呢、啊，最近有在吃。现在便利某个便利商店不是买两个就可以抽奖吗？我目前都只有抽到九折，哎，不知道为什么。有吃全家的吗？全家的，我原本想去吃胖胖冰，但是结果昨天因为下雨，有下雨的关系就不方便吃，我们就没有吃。也许是有来跟我们吃饭却没看电影的人，哎、欸，那一定是他。哎、欸，我不知道是谁没看电影，对不起。但我没电影，嗯，我们电影开始前有去 J29 拍照。所以你们都坐哪里？很好的位置是吗？对，接二九蛮后面的。我想看，一定是昨天没出现甜甜圈，现在工作也没出现。啊，我什么？我在工作也没出现。我们坐山顶，你们干嘛坐那么后面？其实没有什么人的话，应该可以移位吧。原来是九蛋，我还先闻一下位置有大鼠的味道。如果看电影喜欢坐哪个区域？中间偏后，不要第一排，我都没有注意。对了，我去买那个大同爆米花的时候，店员还警告我。对呀、啊，那个真的很大，而且我后来发现，那个中桶也160。中桶就168块，有够贵。连中桶就这么大，大桶一定更大。他说很大哦，真的很大哦。啊，进屋要坐后面一点，了解。真的很贵，我吓到。昨天我们的经纪姐姐传给我那个，那明细吗？就是常用收据说要给他钱哦，这样。哦，发现哇，苹果是68块还是69块？爆米花160多，哇哦，怎么那么贵？我早知道我绝对不会点，我早知道我应该只会点饮料，真的好讨厌。我跟强哥吃一个钟头的就很饱了。对呀、啊。我一个人吃完呢、欸，不觉得很猛吗？今天半小小就138，对呀、啊，东西都超贵，所以我都不吃东西，所以我看电影都不吃东西。不是老板付钱吗？没有没有，那是我们自费。你那天不用吃其他东西了吧？晚上吃的呢？超烦的，有168块，我会买哈根达斯。谢谢送我们 mojito 吧 ，mojito。我跟雷军吃一桶198的，所以是大桶对不对？你们干嘛买大的？我不是警告你们吗？你们买中的，然后分两个人就已经够了。Luca 喜欢咸的还是甜的？一定是甜的。咸的爆米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味道，可是有吃完呢，太猛了你们！我只是觉得浪费钱而已。我想起来，我身上还有哈根达斯小杯折价券。对呀、啊，我那个已经送我妈了，我也有，但是我送给我妈。吃完了合照会结束，身材不用太控制，没有我们之后还要拍 MV 啊 ，Daisy 的。
还是要控制啊。等一下，那个现在是怎么留言的？生日会还没开始吗？还是你一边听一边？原来还没拍，对呀、啊，还没拍，拍 MV 练习的时候会瘦了。已经不小心，哎、欸，不真心，太有趣了、哦，你也不是有趣吗？他在生日会戴耳机吧？已经很忙哎、欸，对呀、啊。不知道哎、欸，那你告诉我现在生日会在做什么？玩游戏吗？还是表演？我多功啊，多功。嗯，有合照吗？啊，对啊，有合照吗？我们四月的时候没有合照，所以五六月有合照吗？还是只有成员照片呢？啊，如果有合照的话，我可能会。我怎么有去？我绝对没去啊！没有，因为有那个啊，有推你的成员呢、啊。因为今天怎么没看到某谁？所以谁谁是不是也去了？如果我有合照，真的会气死。我也会。到底四月那时候跟现在差什么？差在哪里？现在已经开始共存了，搞不好真的有合照。所以那边有合照吗？先问问看。有成员推我，偷偷跟我讲是谁？不要啊！今天没合照，所以今天也是成员的照片吗？然后拍立的，还是根本没有抽拍立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全部都变成卡片啊什么的？上周都办合照会了，雷军抽到。合照会都可以进行了，搞不好可以拍了，我也不知道啊。但握手会都可以进行，也可以集成，为什么不能拍照呢？为什么不能拍合照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公司的想法到底是怎样。他拿免费的票进去拍，练拍照，以后才能拍更出漂亮的。他已经拍得很好看了，不用训练。下礼拜好像也握手，应该是反正跟四月一样。我没去，没发现你要直播，我就退票。今天也超想撸卡，结果机长会没了。合照靠近时间比握手时间还短，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隔板。对呀、啊，反正今天好像没有拍立的合照。机长没了吗？是，等一下哦，是生日会的机长也没了，是不是？不是吧？他说的不是那个嘶哑演唱会的那个机长，不过现在多了猴豆，那是什么东西呀、啊？我有找到，对啊，应该是毕业控的，不是生日会。那生日会连机长没了，他会暴怒吧？是毕业演唱会的机长没了。对啊，草莓酱文、泪天花、酸南果、猴豆泥。本当にいいじゃなくて本当にいいじゃなくてさ他可是长了很多那个水泡，是不是？是最近流行的传染病，目前还少见。生日有几盏？不是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じゃなくてなるほどじゃねえよ。生日会就是去打人的，没有人干嘛去。对啊，还有留疤痕，太可怕了，怕了。三周年的机长也变成之后握手券了。哎呀，好了，等你们握手会来。可是我相信之后的握手会应该是明年。听说要长时间接触才有可能传染。四月的演唱我大概去不了，那天我有事，真的。希望可以买到 VIP。我也这么觉得，如果猴豆爆炸，是要延毕了。哎，明年最习惯的明年见，
那个猴痘看照片超可怕。对呀、啊，我也好害怕，我怎么办？嗯，对，啊、哦，虽然跟这个活动没有关系，但是我昨天要骑 U bike 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叔叔，他把那个酒精喷在那个 U bike 上面，然后他顺便问我说：“你，我需要帮你喷酒精吗？”我说：“哦，好啊，谢谢。”然后他把酒精喷一喷，那个假装就是。拿手的地方，他喷一喷，然后他用自己的手这样，抹一抹，他说这样也太可怕了。肺炎接猴痘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国？他也带一罐比较好，机车前喷一下，我有喷啦，我没想到他用自己的手，然后就是这样，他是在搞笑吧？然后他还喷我的那个坐椅子，对，椅子那边也喷了，然后他还这样摸椅子，摸上去，想说这叔叔到底在干嘛？这样会不会更危险？把手上的细菌摸上去，所以他走掉之后，我用自己的酒精再喷一次，好心爸爸结果搞到不小心。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一定最没问题，所以会这样很正常。然后你就换一台，没有啦，没有换，就用自己的酒精再喷一次。他用手帮你把病毒擦掉，对，要模具一点，对，还是大家自己一开始就自己用自己准备的比较好，不然会有这样的叔叔。我那时候真的吓了他，他这边说全部都咻咻咻咻，然后我说哦屁股不用屁股不用，他说哦屁股也要，然后就咻咻咻咻咻，超恶的，哎别一信自己，对啊他一信自己的时候，对希望他不会，希望他不会感染。如果他骑过的我一定不消毒就骑。对啊，其实我不懂屁股为什么要。椅子不用喷吧，嘿嘿，晚安。怎么卢卡模仿后感觉是怪叔叔啊？牺牲呢、哦？我刚说什么异性？牺牲。OK， 我学到了。把裤子有沾到病毒带回家。也有可能会粘在裤子上。哎呀，哎呀，算了。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家应该是我房间又出现一只小壁虎，宝宝的。然后它在那个我们家墙壁那边有冷气管。他一开始躲在冷气管后面，碰巧发现了。就是昨天半夜五点的时候啊，就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的声音，想说到底发生什么？就是碰巧从那边爬上去，然后再看上面的壁虎。卢卡叫到壁虎叫吗？昨天那是没叫，超讨厌的声音。对呀、啊，然后你看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莫卡都在。地板上，就是因为碰巧自己今天一直都爬在上面，还在找那只壁虎。我家的壁虎会漫步，碰巧会抓壁虎，然后还会吃，应该说会咬。然后他想把它吃掉，可是我们都不让他吃，因为有点脏。碰巧偷玩车车，哦，谢谢北极熊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好好有碰奖，就可以把壁虎赶走。对，可是昨天呢，因为太上面碰奖也没办法去抓，所以我就用比较长的东西，就是攻击那只壁虎。结果它从那边掉下去，可能掉在这个衣柜的后面吧。反正就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等一下呢，我在开播的时候可能看到一只黑黑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个可能是壁虎，可以告诉我。凤姐的零食。对啊，怕会有什么细菌。我有次看到我家狗已经把壁虎吃了，感觉好恶。对啊，它应该在半夜爬走。啊，对啊，有可能。对啊，会尖叫吗？对，那因为那只太小，所以还好。可是它从这边突然过来，我可能会吓到。壁虎的叫声当然有啊。对，最近比较少听到，就是还是很多。嗯，就是这样的笑，这样的叫声。我上次去外面吃牛肉面，里面有一只小壁虎，太恶心了吧！露卡比较怕壁虎还是蟑螂？蟑螂，现在是蟑螂。我比较怕飞的蟑螂，但壁虎，对，壁虎还是壁虎也很恶心。抖脚才会尖叫。其实远远看壁虎的时候很大只，但是实际上抓的就很小只，真的。我到大学才知道壁虎会这样。魔法的门像，怎样？我以前住台北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家是五楼，所以会出现很多壁虎。透明的壁虎有点可爱呀，哪有？不可爱，恶心。壁虎是异虫，它还是小蟑螂。它不是就会咕咕咕咕叫咕咕咕吗？我听起来很像那个的声音，就是切生气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可爱啦。那露卡觉得手工如何？嗯，看壁虎断尾肥肥的那个手工。切切的，所以今天没来看的都在生日会吗？小智的木手工，等一下我听不懂，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呢？我其实不会讨厌壁虎，但是有一次爬到露卡纸笔的箱款吧，我看看。我蛮喜欢 Kimori 啊啊啊啊 ！Kimori 感 ，Kimori 还好啦，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讨厌。夏天的壁虎又出现，对呀、啊。他の仕事があるかな？仕事というかまあ、用はあります。会社の仕事、うん、会社のそう会社関係の用事があるの。手工就是壁虎。手工就是壁虎的亲戚啊，イモリかな？イモリのことですか？イモリ跟ヤモリ的话，都没有很喜欢的，但是ヤモリ比较可以接受。イモリ是不是很少会出现在家里？我现在忘记开播了，哦，是吗？你在生日会睡觉是不是？我有来看，但我也在生日会，所以现在生日会到底在做什么？不能跟我们分享吗？对，然后今天的那个福利品，不是福利，这叫什么？周边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乎不会出现在家里。你真的在家吗？是吗 ？CC， 别人不是这样讲哦。CC 可能在拍拍立得哦，所以他没去。啊，谢谢忠实的啾啾你。但也有可能他其实没去生日会，他去地下，他去地下的家。可以分享一下吗 ？CC， 他昨天已经去过地下团了。他现在是不是每个月不是每个周末都去地下？我想在地下有到底有多香。原来是本家 ，CC 不是每周很充实吗？地下就不是只有他去了，我知道啊，他是地下代表，
他现在是甜甜圈的地下担当，并没有哭啊。好啦，相信你，相信你，确定哦。因为刚刚粉丝说你去拍他们。昨天我没有被诱惑，昨天我只跟点哥去看独行侠啊。了解，我懂了。所以你们一开始去看猫王，然后结束后有些人去看独行侠，有些人去看地下，有些人去上班，有些人回家，是这样吗？听说超香，我都不敢去，怕一次就回不来。地下就每个礼拜都能见到成员，地下的那感觉很，好像很厉害，因为我昨天太累了。谢谢重盛的粉玫瑰，不知道没去过，一直有人想推广，但我都拒绝了。对啊，你知道地下多充实，可能就回不来了。Luca 的逻辑太好了吧？对 ，Luca 好聪明，对我，所以我相信青云也去地下。除了看电影的，应该都还有人都偷偷回去做街二九啊。问 CC 昨天有跟他一起去的就知道，什么病骨，逻辑正确，这独行侠是那个吗？以前卡妹最近说有一部电影听说好看，就是以前有一部，然后最近又出新的一部的电影，该不会就是独行侠？你是柯南吗？不是不是。我到现在还没去过，虽然也很多人在找我去。你不去是因为怕你回不了吗？昨天为了跟大家一起看猫玩，特别把练舞时间移到早上。你们干嘛练舞？谢谢摄影的戳戳你。Top Gun 就是 Tom Cruise 演的，好大一把枪。看独行侠只有两个人，猜猜去地下几个人？昨天我家庭下有人在抢占，我到现在不敢出门，我也都不去地下。Happy Love Summer Linky 跟 Aldous 呢？笑死！他说 Happy Love 好有人气哦，可是现在的就够看了，真的吗？那我想知道地下到底多香，是成员香还是距离感很香？地下都是在做什么？唱歌跳舞，会跟 MC 有 MC 吗？啊，或是聊天？不是，玩游戏的那种细节是不是也都有？福利箱没有箱，只是我可以去拍照。所以看表演也可以随时都拍照嘛，下次卢卡去就知道了。可能香水很香，听说合照可以肩靠肩，女犯可以抱抱，拍立得签，还能边签边聊。哦，甜甜圈全员独行侠两人，我昨天去地下人数。一凡，谢谢送爱的烟火。没有，还要扣掉回家的我，互动时间长吧。所以很像 TP 的那种公演吗？最主要地下活动多，不像 TP。了解。因为一张卷可以讲一分钟，一年一场握手。还是陆克是回去做929。谢谢 Echo 的闪光星星。可能也比较多实体的面对。谢谢重盛的小辣椒的愿望。还有消费 CP 值比 TP 高。我在929睡了三小时。几乎每周都有表演，而且近距离互动的活动不少。类似 TP 公演，但是大部分 cover 曲。哦，了解。所以有 MC 吗？会有讲啊？有 MC 环节吗？还是几乎都是唱歌跳舞？
摄影时间了，还有每次都有新歌哦。TDP 有你比地下香了，其他都不重要。问有去过的人 ，CC 地下 MC 吗？对啊，我在问哦 ，CC 有 MC 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了解？因为他们都有去啊。这边的人怎么对地下那么了解？哎呀，对，可是我们跟地下差的就是，我们算是艺人，他们不能算是艺人。对，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好像跟地下好像差不多，差不多的事。对，感觉就是工作内容好，还是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差很多。我都只听说别人说，我有去过日本的地下。但是还是你最香，在台湾好像没有很大差异，应该说对啊，现在，虽然 AKB 一开始也是跟地下团差不多，对，不是地下团差不多，AKB 一开始是地下偶像吧，你们算是直播组，对呀、啊，最喜欢你的心不会变。我一直都有被找去看地下，但都不敢去。对，算是。原来 TP 是直播组经纪公司。我好像还没看过没有 Luka 的偶像场。AKB 是因为当初 Akihabara 的宅文化爆红，所以转去地上。台湾 TP 是直播组，偶尔表演一下。不过日本地下真的香，还有那种全萝莉的团。对呀、啊，就只有你只有你会那样。乐团一开始也都是地下乐团啊，对，好像也对。哎呦，NMB的本部的劇場行ったことがある。嚯，好奇日本有多少地下乐团。我哪知道，只能说超多，台湾也蛮多吧，只能说很多啊。日本新闻也很常看到地下团的新闻。之前看到有一个成立一下就解散，因为全员交男友了。这个、哦、应该说交男友被大家发现吧。跟你们说，那种偶像有男朋友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没有被限制吧？没有，应该完全没有被限制，不能交男友啊什么的。但是昨天的公演有七成都是 TP 粉丝，台湾的好几倍，台湾也不少。完了 ，TP 粉丝都流向地下，对啊，可能他们也觉得好像差不多。全员一起交男友，感觉好神奇。全员交同一个男友才会新闻，要看公司哦。是哦，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对这种印象就是好像几乎都有男朋友。只要是成立后还没公开表演就解散了，哦，这个就蛮夸张。这位你好，对啊，就没事，我今天有注意后面有没有壁虎啊？对对对，目前没有。顾佳琪送一封信。如果不要讲出来，又要害大家醒来了。哦，我也可以当你男友啊。男朋友哦，男朋友要怎么交啊？20，等一下，因为我在想。刚刚大家都是踏入城市吗？听说有过只有两名
粉色地下有香槟，因为跟其中一个粉在一起了。哦，了解。我觉得不意外，把一个人哭哭，另一个好惨。这问题很深哦，谢谢 Community 的甜蜜爱心。因为Dio可以不用公开，不用公开本名，也不用公开现在几岁，也可以不用公开，对啊，所以感觉就是，对我的想法就是应该是平常会表演，可能该怎么讲，就是会表演唱歌跳舞，只是他的应该说私生活都是很自由，对，我也不知道男朋友怎么教，对啊，你跟他说二十什么陆克想交男朋友吗？还有看过新闻说一名偶像来嫁给大他20岁的粉丝，每天歌舞表演给老公看，在挖了头，原来大20还有机会吗？日本那边地有私生饭也很多欸，一定呢，因为没有经纪公司可以保护我们呢、啊，应该是会很自由，但是。对，也可以说比较算是危险嘛。对，你们有人可以保护吗？也比较危险的、啊，对，只能这样讲。台湾的地友的规定我就不知道了。我刚刚说的是日本的，对对对对，台湾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对，我怕有人后来密我说哦，我们台湾我现在推的地我才不是这样的，这样就完蛋了。对，谢谢 Community 的臭臭泥，我刚刚讲的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OK， 感觉他们的安保也很松哎、欸，很松散。嗯，谢谢不是陆克的臭臭泥，不是啾啾泥。谢谢。如果把我们的电话抄下来，需要保护就打过来。对不起、啊，你们上班路见时候还有粉丝跟着旁边一起走，太可怕了。然后他还说没有，我是在保护其他粉丝会不会对他做什么坏事，所以我在观察。我只是跟着他观察有没有这样坏人。对，那种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真的会真的都会有粉丝小盒子跟你吵架吗？吵架的很少，但是就是对、啊、跟我讲那种话的人还是有。对、啊，就是应该说凶我的很少，但是走心的人蛮多，只能这样说。你们更危险吧？对呀、啊，下次多念戳揪你就不会戳。等下谢瑶会师，你跟你还要解说台湾的是怎样？你们又不能回复，小儿子丢去吵架做什么？对呀、啊，等级长就你最危险，结果那个人最乖。僕ストーカー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ただ、まるまるちゃんに変なファンが寄ってこないか見張ってるだけです。それをストーカーって言うんだよ。ルカツ没有被认出来过吗？有啊。A 君合照完了。但是骂人的话吗？说教，差不多啊，差不多。像我一样每天告白的有几个？你要不是每天跟我告白？走心小盒子，谁当然不能讲啊！谢谢圣人送戳戳你，但不是一两个，不是一两个人。我上次去松原路上有成员在走前面，我赶快超过他，然后点点头，不然跟着他太尴尬。
好像没拍立得耶。可能本来就没有，了解。只要你吵架然后说你不回答就是默认，我感觉都只敢打要好好加油。可是你前面还会打抱歉。每天告白的是雷军。露卡会想每天都想收到小盒子哦，看你们呢，看你们会不会每天想，每天想跟我说话，还有剑送火影忍者。难道饭圈只剩我一个算佛系很难走心吗？露卡，你知道我有小盒子过你吗？应该有吧。你名字用一样的吗？最好不再说我坏话。雷军不是照三餐给你小孩子吗？每天说会没梗欸。是没错，只是至少我会可以 记住你。每五分钟就传一次，没有这回事。这样太无聊了吧。可是我很想对这件事跟大家完全这件事跟小孩子没有关系，只是我想知道啊，好像报税要快要结束，对不对？要缴钱是怎么决定的？是看自己的收入吗？像是我这次缴了5000多，可能就是该怎么讲？缴5000多的人跟缴10000的人是。那你收入差很多的意思吗？还是自己用多少买多少买多少？他们都怎么看收入啊？是真的看公只有看公司的吗？还是虾皮卖那种的虾皮卖东西拿到的，这也算是收入吗？你不会觉得很烦吗？不会啊，真的不会。如果觉得很烦就不要看就好啊，对不对？反正又不会有通知。可是限动完全没有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限动 tag 我的，就会觉得很烦。对，想说有人 tag 我，跟想说跟我有关的东西吗？结果完全没有。而且还tag很多人，不是只有我一个，就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就会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吗？其实一般的小盒子就觉得很好，不会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很烦。年收入不一样，去年月到12月的收入外还有没有保富养？了解。如果是扣掉富养钱，赚越多的要缴越多，收入还有亲属，虾皮的不算，虾皮不会进去。公司发薪水给你也会有资料。去年国税局还要退钱给我，我也是啊，我今年也是啊，好开心。除非虾皮卖太多被政府盯上。房租、建房那些也可以扣税，每个人可以扣除也不一样，所以不一定。像我穷到没人想收我的税，跑 Uber Eat 会，了解，因为 tag 会通知。对啊，那个 tag 真的会通知。甜甜圈有人 tag 你无关的东西吗？甜甜圈没有，甜甜圈真的没有。通常乱 tag 都是不是甜甜圈的。很多人只有他没有，不是只有一两个，不是只有一两个，但是对是固定，好像是固定，每次都是固定的人。封锁啊，封锁就没办法，他连留言都不行啊。我有限制，可是限制也没有用，我看那个还是会有通知，还真的有这种人，对，超烦的。卢卡是不是还思考5分钟？这限动为什么要 tag 我？没有，我不会思考。他说：“又是他，又是他 tag 我。
那跟你无关，而且只看你一个人呢，也觉得很烦呢、啊。跟我无关的就是，该怎么讲呢？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我平常直播间讲的东西跟主题有一点点关联性，当然可以想说，我可能前几天讲了哦，我今天看到昨天看到很漂亮的彩虹，然后今天说，然后泰国说哦，你要叫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彩虹，这种我是可以接受啦，对，这有些人真的完全没有关联，说什么？我今天没有睡饱的那种，然后 tag 一堆人，这种就想说，我们昨天吃饭，其他包包鱼号都有 tag 你啊，那个当然没问题啊，因为你们是因为看猫玩嘛，然后对啊，就是还是跟我有关联性。我有看过那种完全没相关，但每个成员都标，对，真的很烦。缴完税都没钱了，害我合照会赔不够，是吗？那瑞克有看过接彩带的示范吗？那根本不是示范，那是不 OK 的。欸，为什么有红包？这不应该开心吧？表示你去年赚的不多。哦，第十名耶！甜甜圈会发自己的独照，然后 tag 卢卡，那种直接封锁，没有。拍独照然后 tag 我，他身上如果有穿我的生日 T 啊什么的，当然是没有问题啊，表示他有来看我，他有跟我合，然后他有跟我握手，他有跟我合照，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有些人该怎么讲，你们目前不会这样，所以放心。那就封锁，反正也不是甜甜圈，发 CC 限动 tag 你了。什么意思？说不定你没想出跟你有什么关联，不是因为每次都是固定的人。比如说 Sega 发甜甜圈自拍照 tag 你，这样算跟你无关吗？还是有关系吧，一点点关系。对，我也蛮想知道穿我的生日 T 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对。那直接丢小子就好了吧？那有 tag 错人吗？讲其他人 tag 到卢卡，好像目前没有。看到彩虹的美，但比不上卢卡 tag 你，是好啦，是这个可以，还是可以。可是不懂的是，就是我昨天看到，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彩虹，然后 tag 一堆人。几乎全员的这种，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为了看我彩，为了看我彩虹tag我，应该不是。那下次有拍不漂亮的彩虹？哎、欸，那话说昨天信义区真的有彩虹哦，对，超漂亮的，我有拍照。那如果是我今天想录卡，想到没睡饱呢？那还是你是因为想我，是可以啊，可以。通常没有意义的都是一次 tag 很多人，对，不是只有我。本来要买50张合照，太多了，你一定不会想那么多 pose。好耶，好多阳光。我很少发现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怪人的可怕照片了吗？什么是可怕的？你说拿那个东西吗？瑞卡觉得合照会大家生日穿的如何？还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就有感受到哦，你们应该真的有，不是随便搭配的，对，就是感受到你们的真心，你们的用心。盛源发现的就是酸粉丝或是应援。他很少酸粉丝啊。我有看到昨天下暴雨，对啊，但没有卢卡漂亮。Thank you， 我们出来就雨停了。
没事。好，也有彩虹，我们都没看到。彩虹，红色是大宝贝，蓝色是小女友，黄色是小宝贝，全部特。差有病了，怪不是传果照给你吗？果照是什么？我在找 Fall Guys， 又没遇到 Luca 了。拍60人全员他有 Luca， 有花钱买衣服。对 对, 對，有感受到，这次有造型师在帮忙搭配。所以之前是随便搭配吗？嗯，嗯，不好说。没有啦，就嗯，该怎么讲？你们的，你应该说对衣服算你们，就是有些人感觉没有用心挑的那种，对。就觉得哦，好像拍照能拍到卢卡就好，我衣服应该是随便挑的那种感觉。啊，有只要有穿到我的生日 T 就啊，刘家的生日 T 就好的感觉。对，当然这样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你们开心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次就，对啊，这次比较有感受到哦，你们真的有用心打扮。今日三時からだったかうっかり。そうです。もう終わります。怪人那天我帮他带一刀，我回来看照片，以为看到自己。怪人传肌肉照吗？不能讲啊。宅宅风跟这次的风格哪一个比较好？如果单纯看照片，比较好看当然是这次啊。Luca 有看到我们模仿你的 pose 吗？你说这个吗？欸，我看一下哦。啊，我今天没有流汗，超开心。欸，我跟你们说，我平常穿这件，我很少穿这件，是因为我会流汗。啊，好开心。我故意第一张穿格子衬衫，而且还穿别人的格子衬衫。我们是花了8小时，怎么样？看起来像没有用心挑。没啦，那个是我有跟 Luca 拍的就好。你有用？你每次都用心打扮吧，穿着西装啊什么的。对啊，只要看 Luca 就好，自己那边剪掉。一目見れてよかった。第二个是吐舌头。我有开冷气哟。其实那件是我自己的，不是吧？不是雷军的吗？你上次都说那件大大皱皱的。对，就爱造谣，所以那是他自己的。谢谢送的四叶草，不是雷军没带格子衬衫，怎么可以说谎呢？我这次还有搭口罩颜色，你一定没发现，对不对？好像没有。欸，但是我不会觉得很奇怪，表示应该是好好搭。欸，你们脚底会流汗吗？我最近发现我很常会流汗的地方，头、脖子以下、胸部的这里，还有脚底。会啊，真的吗？我在虾皮上买了一个格子衬衫，结果合照会当天出货。超容易流，脚底几乎每个人都会流汗流。我发现我现在流汗，脚底流汗，可是脚底流汗还好，至少不会被发现。今天也很开心，胸部中间我也会超流汗，每次到那边湿掉。我每次夏天穿袜子都要晒。哦，好像也可以这样，爽身粉我目前没有用过，脚底一般都会，但是我手汗就还好，没有比其他人流。我拒绝聊这话题。我不会，男生来说我很少流汗，超级羡慕的。我也跟你一样超会流汗，昨天拍照流爆，你问清楚就知道。所以会弹吉他，弹酒也会。酒蛋是汉人。没事的，九蛋，我懂。如果我变成男生，我也会变成汉人，一定。
我还好没有手汗，不然握手一定很尴尬。对呀，对，我也还好，我没有什么手汗。有遇过弹钢琴整个肩上都是水的。瑞凯吃饭会流汗吗？会，还会流鼻涕。很少流汗的很适合运动，也很惨啊，很不适合运动。为什么？我以为很会流汗的人比较不适合。你知道我们，我之前练田径的时候，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田径队的上衣几乎都是原色的，就是很亮的红色、蓝色、黄色、荧光粉之类的，一流汗就会整个衣服颜色都变色，然后穿白色的也会变色啊，就只有黑色不会。可是穿黑色会很，就夏天会很热，很过热，不能流汗，没办法长时间激烈运动。是啊，不能排汗会直接中暑。原来如此，那你是不是应该里面再穿一个吸汗的？对啊，我也觉得，可是这样也会更热。白色的衣服会变色吗？欸，你们没有变过吗？啊，白色的衣服有时候流汗会变成黄色，你们不会吗？啊，是不是只有我会？一番目立たない色は何色？欸，でもなんだかんだ言って黒じゃない？白色变黄，不会吗？最喜欢看到变透明，没那么夸张。白色久了会变黄吧？会吧，会变深白色。哦，谁？变黄是谁喝太少？是吗？不会变黄，会变灰。白色会变，第一次听过变黄。变黄是结局啊！你们好吧。看来只有强哥懂我，所以我很少，我穿白色的衣服，我都不会，我都没办法穿很久。露卡跟强哥水喝太少，哦，是这样吗？难过，我以为水喝太多会流汗，可是一般运动的时候还是会喝。还是会喝水啊，一进进来的时候，难怪是把你们抽干了。那你买深色衣服就好了。对，我们穿女生日记都没变色，其实我衣服潮湿，糟糕了，好吧。水喝多一点比较好。啊，这也有可能是日本人会变色，台湾人不会变色。算了，糟糕了，你们原来你们都不会。いっそノースリーブにしたい。いや、ノースリーブが一番危ないんだって。ノースリーブってさ、汗吸わないから下に流れるのね。結局あんまり意味ないっていう。其实有变色，但不是衣服变色。啊，你说皮肤变色吗？原来强哥是日本人，也会变色。好像意有所指，这就是为什么运动这么好。那要问一下快染会不会变色？不会变色不可以色色。变色是哪一种变色？そうなんだ、それは失礼。あ、じゃあ太郎さんに聞こう。太郎さんさ、白い T シャツ着て汗かいたらさ、汗かいてもう何度か着てたらさ、黄色く変色することない？その汗かいた部分が。日本人本来就比较……え、没有、没有哦、没有这回事哦。没有这回事哦，不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变色色懂了，原来变色是色色的色色，不是，太白就是穿黄的，变黄色哦，好像不是那种黄色。それそれさっき長いスパンでってコメントまさにそのことね、それするよね。それでさ、あのファンの人に聞いたら、え、僕たち。黄色く変色したことないよってみんな言ってて、一人のあの台湾のファンの人以外だから、日本人はの汗って台湾人の汗とちょっと違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ね。流汗会变色。
你看泰兰，泰兰也说会啊，他说会，而且不是一次就变色，是可能留了很多次，然后发现哎、欸，是好像有变色，这样变色还是变色，变色后流更多汗。え、ずるくない？私だからさ、白い服とか長いスパンでそう、本当着れないんだよね。然后衣服都没洗吗？有洗啊，有洗啊。对啊，久了多少都会变色，这个一定会。台湾の人って T シャツよく買えるだっけ？どうなんだろう？那整件变黄色就好啊。不是整件变，是流汗的那边变黄色。日本人みたいに一日中着てること少ないのかな？だから汗かかないんじゃない？台湾の人あんまり日本人より。这么说好像我以前球衣也会黄黄的，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背面腋下有没有变黄色？难怪当然会变快了，久了不是会细菌黑黑一点一点的？对，可是那个也会，可是不一样。啊，可是盖的时候，みんなめっちゃ服買ってた気がする。领子地方比较明显啊，对，还有领子，对对对对，领子，领子的这边，そう、ワイシャツとかのあの。ここよく汗かく部分、首とかワイシャツ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袖の袖じゃなくて襟口の部分のここが黄色く変色するの。リズナスヨーバン、我觉得是汗ね。体質なのかな、変色しないの羨ましい限り。本当にリズナ变最容易变脏。对对对，就是一样。我的话背跟腋下也可能，如果真的穿很久会变色。可是那是油吗？長く使ってると黄ばむよね。そう、それが嫌すぎて、もうなんで私は汗かきなんだろうって、もう本当に嫌で、もう手術も考えたぐらい。え、でも脇の手術しちゃうとさ、傷口がついちゃうからあんまり嫌な、あんまりなって。なんか手の手術はよくするみたい、台湾の人。手汗の手術。所以衬衫都要甩领子，真的很惨。我上次跑步真的流汗太热，就直接脱上衣，就觉得变大叔。是哦，ガチ悩みなんですよ。不然揪了摸起来会油油的。好了，快要结束了。我就穿衬衫回家的时候，我妈一定会帮我洗领子那边。对啊，就一样，就变色，一样的概念。不过我本来就油油的，倒也还好。谢谢姑家的臭臭泥，时间过得真快，对啊，只有一个小时嘛。啊，对，我要念班了，各位。哎咻！谢谢 ，so love you。如果不会流手汗，但摸起来油油的，那是护手。护手霜ね、本当に我真的不想再流汗了。欸，上次有人不是说有做那个手汗的手术吗？可以偷偷告诉我价格吗？是不是可以用保？可以用健保？谢谢小玉送我真情告白。护手霜确实油油的，对呀。但是香香的，什么价格？前三名可以被骂，你流汗好臭。不要啊，不要！如果我被这样骂，我可能会走心一个礼拜。还是强哥想被这样骂吗？一般皮肤科都可以用健保。我 T 恤跟我自己很容易变黄，变成很黄。有两个意思是不是？卢卡好香，那很贵还会有后遗症。快乐好好笑，但是不能说早点休息。对，我等一下还有事情。每次福利怎么都骂人？对呀，微波刀之类的，感觉那种就很贵。你想割手汗吗？我可以把我割手汗20年的心得。我其实手汗还好。我比较想的是，
我比较喜欢可能是腋下，还有脚底。啊，脚底还好啦，腋下跟脸头顶我也想。我不会，我超怕被骂。下次卢卡什么时候开呀、啊？礼拜一吧，还是礼拜二？忘记了。那我就怕被骂，隔完可能汗会手掌爆出来。那你流汗跟我换握手的手抖，不行，这样跟太多了。啊，他妈是やばい。え、私もなの本当もうさ、体中から汗が出るの私。まあ出やすい部分もあるんですけど。出やすい出やすくない部分はあるけど、我只能说，不管你跟哪里的汗腺，流汗的量不会变的。糟糕，只会往其他地方流。我这次尴尬到被拍照的时候讨厌。没有，你第一，其实你两天都有手抖，只是第一天我没有特别跟你说。只是第二天就拍照的人还特别跟你讲，汗只会从眉哥的地方跑出来，所以不要动平均流。好，原来如此。可是我还是想，肚子流汗跟腋下流汗，感觉腋下流汗比较尴尬嘛。嗯。腋下就是代价作用，你想全部从脚底流出来哦？脚底好像对，脚底不会被发现，但我怕我的脚会变臭。不是，不如就穿无袖就没问题了。哎，你知道穿无袖的流汗还是会流到这边，所以这边还是会湿湿的。我就听过。割手部汗腺，结果从屁股那边才会流汗，可是容易脚臭，不是跟狗一样吗？像我肚子都平均分好几层流汗。等下去睡觉了，下次直播间好，带一条毛巾擦一下。算了，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想办法。腋下流汗，听说吃清淡一点的可以改善，不知道哎、欸，现在希望可以改善。あんまり足臭いイメージない。足は別にそんな言うほど臭くないよ。臭くはないんだけど、汗はかくけど、その、その野原ひろしみたい、野原ひろ、その野原ひろしみたいに、遠くから来てもわー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のでは絶対ない。真的不建议哥过来，人建议告诉你，我也是出门都带个毛巾，不然就是止汗剂喷多一点。止汗剂我对我来说完全没有用，应该说可能会有少一点，但是还流会流的还是会流。我以前都会带小毛巾，不过面包这个臭臭的，我那言わないけど。我在手术室待好几年，真的不建议。那腋下呢？腋下也不建议割吗？其实我很想，只是我担心是价格。然后我们 TP 很有很多无袖的衣服，然后这样就是这样，有时候手开开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很大的伤口，就不觉得很恶心吗？夜兔湾。除非有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不然我觉得不要割比较好。不割你很困扰吗？超级啊！伤口不会很大，不会有伤口哦。真的吗？还是要看价格，是不是超过10万以上的才有不会伤口？很小几乎看不到。是哦。啊，反正就是再想一下。シアターの女神という曲に汗をかいた女神という曲があるから汗かいても女神そう。別に汗をかくことはね、悪いこと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ね。我觉得你保持自信也不会有人注意你流汗流怎么样。我真的可以
称给你介绍一下啊。好啊，麻烦你了。T 变很多人流汗流很多，可是他们流的都是很正常，都是头汗吧。Daisy 里面我确实是流最多的，其他组我就不是这样。流汗很湿，好感度很高，感觉跳很认真。如果叫你是个几的孤单人，哎，什么？私が一番是个几的と思う。啊，でもいい運も汗かきらしいけど、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ね。头汗感觉怪怪的。卢卡怎么好像很多男人的问题？对，我是不是身上有太多男性荷尔蒙？平安流超多汗，平安还好吧？看不出来耶。T B 还有人跳完裙子会滴水。大树很多男人的问题，对呀、啊，可能男性荷尔蒙过多。PIA 超会流汗，那到时候 P 组我应该是跟他同一个公园，看一下，看一下我跟他谁比较湿。难怪会吸引我，原来是男性荷尔蒙。对呀、啊，跟男生一样，不知道怎么交男友。如果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钓法。你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心得，这也要比吗？流汗交流，你们可以比一下。哎呀，我要关播了。今天的第十名是谁呢？第十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九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八名是余瑞，谢谢余瑞。第七名是快狼，谢谢恰恰哥。第六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五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四名是重色，谢谢重色。然后第三名是孤江，谢谢孤江。第二名是岁源，谢谢岁源。然后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耶、yeah, ，辛苦了。好，我的电脑也关机了，可能没电。突然没电了。好了，大家拜拜，晚安。晚餐胖了点麦当劳，麦当劳。我原本午餐要吃麦当劳，只是懒得点 Uber Eats。好了，晚安，不是晚安，拜拜，下次见哦。我看一下，我下次什么时候开播呢？6月28号8点半 ，OK， 拜拜。谢谢送爱的烟火。